所以你们的那个。真的吗？夏天看，等一下，人家也传。超强，这就是那个。哎，这快点，快点！成立宿舍，他们的事业，快点！谁？更好，开始先。他们的事业。包包。对呀，包包。妈好用。才这是我第一个，他见面几个他自动品牌了。对呀，哎，展示一下吧，展示一下了。有没有他需要什么？哎，赠品啊什么的。包包就是他们自己。展示一下，跟我们讲解一下。对呀，很难。讲解一下。可以结合你们店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先说。对，是我老公画图，然后他自己设计材。价位多少？5-6，卖墙画图。画图，然后他选材质。这是猫，因为他们全。